跟纽约建立了非常好的交流平台，那他们会定期的进送非常优质的艺术家来到萧龙这边来做驻村跟创作，那我们也派我们台南的艺术家去纽约那边做驻村跟展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今年所派来的这个纽约的艺术家呢，非常的优秀，有绘画的，有报纸雕塑的，那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蝴蝶计划，都是跟动物有关的，非常适合小孩看的一个作品。